今天上午的主任就是讲讲唐宋的谣啊，重点是宋代的谣，我看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唐代的瓷器的基本的发展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南青北白，就是南方烧青瓷，北方烧白瓷，这是唐代瓷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啊，也就是发展一个基本特征啊，一个基本特征。那么南方烧青瓷以越窑为主啊，就是浙江的越窑为代表啊，为代表，这个成为一个青瓷的系统啊，这是南方成为一个新城，这是唐代啊成为新城。那么北方呢，以邢窑就是为代表啊，组成了一个北方的白瓷系统。这个两大瓷窑系统啊，分的南方和北方这样一个情况，这个两个大体系这么一个发展趋势，这就是唐代瓷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格局，这么样一个特点啊。南方是烧青瓷，以越窑为代表；北方烧白瓷，以邢窑为代表，这么一个两个瓷窑体系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除了这两个一青一白这个两大体系以外，它的一个格局就是这么一个基本格局，这样一个格局，这两个窑是最有名的，在文献里记载，把越窑比作玉，把邢窑比作银，比作玄，是吧？都非常赞赏的，在唐代诗人里面有很多诗词赞赏这两个名窑，所以呢，产生的第二个特点。跟我们鉴定很有关系。第二个特点就是唐代的房子是烧青瓷的窑，除越窑以外啊，除掉都是仿越窑，这是唐代另一个特点，就是南青和白白，一个越窑，一个邢窑。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南北各地，就是其他各地只要是唐代烧青瓷的窑，不仿邢窑啊，不仿越窑。从造型上，从釉色上，都仿越窑。尽管呢，没有越窑那么样子的精细，但是从造型，从这个釉色，从这个特点来看，它都是仿越窑，这是一个特点。那么房子是烧白瓷的，因为都仿邢窑，都仿邢窑，这是唐代时期的第二特点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南青白白这两个名窑很有名了，所以其他的瓷窑只要是唐代烧青瓷的窑，都跟越窑有关系。那么凡的是烧白瓷的，都跟仿邢窑，这是第二个特点，基本上就是唐代的这个瓷窑。你这样的话呢，我们在鉴别上，它这个造型，古代瓷器的造型啊，基本上是以青瓷以越窑为主线，而在白瓷呢以邢窑为主线。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情况啊，这两点。那么除掉这个越窑的，青瓷的是没有什么多大变化。北方的邢窑可就是有一个变化，因为北方邢窑是唐代初期就开始了，非常精致啊，非常精致。这个邢窑，到了后期，唐代后期基本上也就到唐五代，基本上已经衰败下来。以定窑为代表来代替啊，所以我们在陶瓷史上有个定盛行衰，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接着它的班，因为这两个窑都在太行山脉啊，都分布在太行山脉。这个因为古代的窑啊，它都是根据这个原料啊而好，邢窑的衰败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原料的短缺。原料短缺了以后，沿着太行山脉到了曲阳，所以定窑也就发展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唐代的特点。那么除掉青瓷白瓷以外，唐代还有什么瓷器呢？就是北方有一个叫花瓷，就是那个鲁山花瓷呢，就是那个像窑边釉色的鲁山花瓷啊，这是一个品种，所以很短，在唐代这么一个时期，到五代以后基本上就完了，主要是在河南啊，河南的这个鲁山呢，文献里有记载鲁山花瓷啊等等的，这个鲁山。那么这是一个，现在房子很多啊，现在这个房子放鲁山花瓷的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
除掉唐代，除掉青瓷白瓷，就是这样，就是化石。还有一个呢，就是湖南的长沙窑，釉下彩，这个湖南的釉下彩的长沙窑，这是一个专门在唐代是属于外销的一个瓷窑，烧青瓷，底下有这个喝绿茶这样一个格局，釉下彩，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唐代的时期呢，再就是一个唐三彩，就是陶器，唐三彩。这个唐三彩呀，这是昙花一现，就是在唐代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是为了使用唐代的厚葬，这种群葬用的一种东西。但这个在学界有些争论，说唐三彩不一定完全是群葬用的东西。现在看来，应该说是群葬用的东西。根据唐代的这个时期的不同，厚葬风气的不同，所以它那个这个形成了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这样。唐代的基本品种，唐代的基本瓷窑，唐代的基本特点，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唐代的这个，只要是烧青瓷的烧白瓷，它都与这两个窑有关系。那么这样一个时代，它就牵扯到什么呢？里面是我举景德镇，景德镇的瓷窑，它是现在看来最早是五代，还没有到唐代的时候，它就烧两种釉色，一个烧青瓷，一个烧白瓷，景德镇哈。那么当时呢，就是那个时代就是不是反越就是反清，所以呢，一个白瓷，一个青瓷。那么景德镇呢，青瓷是反越窑，反越窑跟原窑的釉色一样，而它的白瓷呢是反秦窑，它的白瓷是反秦窑，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特点，就是说，其他的瓷窑啊，烧制的白瓷、青瓷，它都跟秦第二窑有着直接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关系，说明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唐代的瓷窑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和我们看到鉴定瓷器的时候，里面说见到这个白瓷，就很可能就是北方瓷窑的东西啊，青瓷很可能就是南方的，像这样的情况，对我们鉴定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好，咱们放一段片子看看啊。这个就是浙江越窑的啊，这个窑子你看老师们都讲了，这个越窑三个文旦简历一个石膏的一个瓶子的这个肩部，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资料啊。大家知道唐代那个泥石石料是很珍贵很多的啊，这个就是跟那个华门寺出的这个泥石石的这个瓶子它的一部分啊。这个这是华门寺的，大家参观过华门寺吧？华门寺呢是唐代的这个很重要的很大的发现，解决了我们陶瓷史上的泥石瓷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所谓泥石瓷呢，就是越窑青瓷，就是越窑的。我们看到这个标本呢，就是那个我们这个标本呢，就是剪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是吧，打过去一个，你看是不是，这是口，这是带着骨的，那就证明了泥石瓷就是越窑的这个青瓷。这也是越窑的，唐代越窑，这个比较粗的这个这也是唐代越窑的这个图。这个壶是具体零号墓出的，唐元和六年墓出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咱们鉴定瓷器的一个标准器，认定越窑啊，唐代的壶啊，都是这件东西。我上次讲的咱们那个年代依据啊，就是根据这个墓葬的年限年号，这是唐元佑六年的出土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器啊，这个越窑。这个就是也是越窑的越窑的青瓷壶，这个带印花带这个花纹的这个东西应该都属于晚唐的。真正的越窑是讲究釉色的，不带花纹装饰的。
到晚唐五代的时候才有这种花纹装饰，大家清楚有吗？好，现在这种青瓷是带有印花，带有华花，月牙的东西就比较晚的晚唐五代的东西，最早是讲究右前面印花的装饰。这也是个，这个就应该是唐代初期的，不带花纹装饰，就是那个。这个呢，就是湖南的岳州窑岳飞的月，岳飞的月。这个月呢，这个月窑呢，在湖南湘阴，在湖南湘阴。这也是在唐代茶经里面记载有的这个窑，就是尽管的比月窑要次，但是它也是一种名窑。这也是岳州窑的这个晚唐的这个窑。反正是接着这种纹饰啊，我都在办理的。一般年的都五代比较多啊，晚唐开始到五代。有的在口上有点缺口的那个，带这个花纹的项链的，都是晚唐五代的东西啊，大家在鉴别上也可以这么说。这也是岳州窑的，湖南的岳州窑的东西，这就是组成了以岳窑为代表的青瓷系统里面，这个湖南的岳州窑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呢，就是也是在茶经里记载的，就是寿州窑，就是安徽的寿州窑。这个在文献的记载，安徽的寿州窑石黄，这个是安徽的寿州窑，这个是出土的，时代比较早。这也是就是安徽的这个石黄石头窑，与茶经里记载完全相符的。这个窑址是江西的洪州窑，这是我讲唐代茶经里仅剩的瓷窑啊，就是组成这个越窑的一个青瓷系统的啊，代表是越窑啊。这个呢是洪州窑，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唐代茶经里面，但是比较次，比较粗，但是也是个唐代著名的瓷窑，在江西的这就是它的品种是这样的，比较粗的这种。这个是睦州，就是。除掉月窑以外，有个睦州窑，这很少的，这个很少的，也是浙江的，也是唐代里面茶经里面有记载的。我今天都讲唐代文献里有记载的，组成月窑为代表的青瓷系统，这个呢就是邢窑了啊，北方了啊，北方的以邢窑为代表，邢窑窑址呢现在还没有发掘。这个只是发现在那个瑞丘啊，在瑞丘县，这是邢窑采集的这个标本白瓷，所以文献的记载，白瓷以邢窑为代表，内隐内学啊，这个毫无夸张，这个非常精致，就形容它是更银一样，更银器一样，更学，颜色和学一样，白如学啊，这样一个记载，这邢窑啊。你看这邢窑的，邢窑的一个特点啊，我有时候我就把这个建议就给大家讲了。它关键问题呢，它是白白的闪青，就又是白白的闪青，微微的闪青，油的重的地方有点像牙当皮的那个味道，就牙当壳、牙当皮的那种颜色，这个是邢窑的一个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特点？它是柴窑，它是柴。还原原烧成而形成的这种釉色，这个
出来，像这个，它有时候在这个，在这个右的深处啊，右深处就微微的发青，微微的发青。那整个的颜色看来，就有点像很大的那个牙缝皮的那个右色，又非常厚，而非常匀，非常匀，这是邪药的。所以文献的记载，邪药的许多优点呢，这个的的确确。并不夸张，那完全符合邪药本身的这个呢也是个邪药的碗啊，邪药的碗，邪药的碗呢带个银字啊，带个这个字，带个银字啊，带个银字，这个带银字的这个款呢，现在发现的白瓷带银字款的都是邪药的，都是邪药，大家记住。反正是带银子的，反正在其他的资料里面还没有发现。这是西安的，唐代大明宫遗址里出土的这一个碗，这里面带银子。那说明的带银子的时候，跟唐代这个大银库啊，文献记载大银库啊，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是送到大银库里面，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邪药的，你看它的右色也是白，白的微微的闪青，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记住，是带银子的都是邪药的，它的右色都是白，白的闪青啊，这样一个情况。好，这个你看，这个盒子也是有带银子的，这个盒子你看也是白白的闪青的，这个盒子是上海博物馆的商品，这个也是邪药的东西，典型的唐代的邪药东西，和大银库啊。除了大银库有一些关系。好的，我问他。好，你看这个，一看这个釉色非常厚，非常均，这个釉色非常漂亮，也是有点带金色，白白的闪青，就是唯一的就是它是还原的烧石油柴火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邪药的。这有一个，这是个罐子，它的底呢有两个款，你看这一个是银子款，咱们反了啊，一个是银子款，你看看得清楚了后面啊，银子款，还有一个是汉银款，像这两个款，现在我们对银子款的呀，都认为是邪药，对，因为我们在邪药遗址里面采集的有带银子款的东西，但是汉银款啊也有发现。但是在窑址里面找到这个汉林款的这个东西，那么汉林款是不是也是邪药的东西呢？搞不清楚。那么这一罐子里出来以后，就证明了它刻了两个款，一个银子，一个汉林。那么这些东西可以看出来，它就是邪药的东西。所以除了银子款是邪药的以外，这汉林款也是邪药的东西。大家是基于这个东西啊，说明这个问题，在学界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汉林款。也是邪药的东西。好，麻烦。这也是你看，从它的釉质来看，比较有那么一种比较那个，也是白白的闪青这些东西，而且带褐彩这样的，这个也是邪药的东西。邪药也带有褐彩的东西，就是很简单的褐彩，这个也是邪药的东西。有一点关于鉴定方面的问题，注意一下，我们随时就可以想到，就结合了这个环灯了，就是把它的那巡窑就是什么？他那就是在石斧和那个什么釉子里面上一层化妆水，才那么白的。没有，那就不好了。也有巡窑里面的，这文献的记载的巡窑的瓷器的特点是白如雪的，白如牛的。那个底底确确胎子都是白的，非常非常精细，但是做工啊非常精细，下锅砖上那个烧的，一丝不苟，容易缺失，就是这样的。但是邪药也有粗的，也有带这个带花章图的，也有粗的东西。我现在讲的咱们所谓称的唐代的邪药是高档的东西，都是这么一种，和皇宫呀和那个。这样你的比较高档的一种东西，这个这是
这两大这个词要性就是这么一个什么亲子的关系。这里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白词的一个，就是说跟形要跟定要怎么区别？你看，这也是形要的东西。那刚才有位同志讲，说是这个皮囊湖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皮囊湖是唐代就有，唐代有。皮囊湖，就是皮囊，皮囊湖。这是我们叫皮囊湖，它就由这个皮子的红火红，还有皮子的红火，这种湖呢在唐代就开始。唐代的湖啊，它比较白，竹子比较扁，个比较矮，竹子比较扁，这样的东西。一到了辽代了以后呢，就增高了，加大了，增高了，这个时代它就满了。这个辽代的造型也很多，它的这个定窑的这个过程。所以定窑跟形窑如何区别吧，我简单说一下。一个是釉色，釉色的定窑啊，往往是厚薄不均，有内痕的现象啊，就是这个拿出式的釉的有流的这个现象。那么在形窑里面是没有的，它是非常规矩，非常做的非常朴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形窑的定窑呢，往往啊，这个底下这个底部啊，往往有漏釉的地方。不管是金子的碗还是什么东西，它都有点这个漏釉的地方，这是定窑的一个特点。那么形窑的几乎是不见有这种情况啊，不见有情况，所以它做的更加精致一些，更加精致一些。好吧，来，这是关子环，关子环，关子环这也是这个瓷片呢，也是白的水晶。因为这个瓷片至少是在五代以前的这个定窑，来，你看这个非常白的闪青，这也是一个定窑的罐子，定窑的罐子。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釉色它是有这个内痕啊，有这个内痕，还有一个漏釉的地方，这是个经常的这个特点。还有我们定窑有一个需要煮的方法，你看这个图啊。这个竹啊都有些刀的削的这个痕迹，它定窑不讲究竹磨得很光滑啊，大家注意，不是磨得很光滑，很好，而且看得出很明显的有这个学问啊，有这个学问，这是定窑啊，非常精致的瓷器里面，它这个削竹都是这样的啊，大家注意。好嘞，这个呢，咱们就那、这个。这是讲了这个形跟二窑的区别吧，区别吧。这个是形窑，基本上都是这种口，碗口都是这种口。那么定窑嘛，它有除了这种口以外，还有这种口，就是翻转过来，中间有个圈，中间有个空隙，这也是边比较宽的定窑的东西，边比较宽，制作上也比较粗糙。就是刚才我讲的几个区别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吧。碗口啊，你再翻过去。这是形窑的哈，形窑的碗口啊，没有中间有空隙的没有。它为什么会有空隙呢？它这个做法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的。它是这个口啊，你就是翻转过来以后，它中间有空隙啊，中间有空隙，这是定窑的东西。形窑的东西它都是这种口啊，都是这种口，没有这个地方没有，因为它很小，比较厚。这是口碗口的这个区别是区别。除了釉色啦，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个削竹方面，形窑削竹很规矩，定窑不讲究削竹。而往往可以几种刀痕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定窑。好，你看这个玉璧形的碗呢，这个是定窑的，形窑也是一样。这个口尽管是不是流，不是这种口啊，是这种，但是呢，你看它这个漏釉的情况还有，你看它中间的中有一个没有釉啊，比较粗糙，还有这个内痕的现象比较严重。你看这是定窑的这个情况，内痕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尽管是白的闪青，但是在区别的形窑和定窑上，大概有这么个区别。好，来，
这个全部是必有的，你看它都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你看这个，这是它的标本的，你看它的就是这么卷过来的，中间有空眼，中间有空气的地方，就是必有中间，必有就是宽边，唇口宽边经常是必有。这也是地有的，地有比较粗的，里面没有肉，这一种也是有这个内部啊这种情况。这是地有的东西啊，这是啊不是，除了地有以外，是荷兰有个古建窑，荷兰古建窑，这是荷兰的古建古建窑，然后吧，这就是比较厚重。粗糙，除了秦窑，潍坊除了秦窑、定窑以外，就是比较粗的，就是古建窑会比较多，对不对？一般的我说是这样。我也有一个，现在呢很有做了很多假的，还有这个广州海关的也压的有假真，把假的当真的压出来的，还有国家博物馆，现在就国家国家博物馆买过一个，不是假的，不是假的。现在看来，就是故宫博物院这个是真的。然后呢，除了画手就是长沙窑了，这就是长沙窑，当然长沙窑，在右下彩的，对不对？右下勾勾彩，这样一个东西。这东西呢，恐怕是主要是以外销为主。像这种西雅的，所以它这个叶纹的一些风格就是一些西雅的风格。那这就是花瓷的，花瓷的比较典型的全部。你出现了。这类的东西在房子比较多啊，房子比较多，用讲的比较多。好的，好的。好，好的。用讲的可能有点毛病，用讲的有点毛病。这也是一个大罐子啊，我们把这类东西叫化成，化成。好的。这是长沙窑的这个，这是长沙窑的，这大啊！长沙窑嘛是釉下彩的，这个很说明问题啊，就是说先画上画纹以后，然后呢，三三釉，这个没有三釉的话就是这个，三釉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是说明它呢是先画画，然后上彩，三釉，这样子釉下彩的意思。我是他们什么酒呢？我用的黄金片比较多，黄金片比较多。那再不是咱们就属于那个。不是您讲老师。就是他主要就是大家看看那个片子就行，长沙窑的东西。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唐三彩了啊，唐三彩。就唐代的时期的基本面貌啊，就是这么几个品种啊，就这么几个品种，这么几种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下面呢，咱们是这样，唐三彩啊，咱们讲这个宋代。这个宋代啊，是中国瓷器发展的一种在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了。它有一个特点呢，基本的特点呢是分官窑和民窑，基本特点分官窑民窑。这个官窑啊是产生于宋代，在这以前，只是烧供职啊还是什么样子，都不能追求官窑，都不能追求官窑。什么叫官窑啊？这个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官窑是直接为皇宫里服务的窑啊，这个窑是由皇宫里的直接管理以建立起来的这种窑，这个叫官窑。
长生化药。这个是长生化药里面最好的一个图案，发明的图案。这个它是一种官窑，是一种非商品生产，不同于任何制药，它是一个不卖的非商品生产的一种制药，是专门的为皇宫以服务的一个制药。而它的性质呢，就是这个经济上不惜工本，工艺上的精益求精，这样一个词，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考古资料里头有没有发现官窑瓷器绝大部分是在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样一个情况。至于流散的，至于其他的一些收藏，比如像英国比较多，都是从皇宫里出去，都是从皇宫里出去，最早都是皇宫里的东西，烧好了就送到皇宫里去，烧不好的都给砸了，都给砸，挖坑把它埋下，这么一种瓷器，它非商品生产，它就是不卖的，专门为皇宫里服务的这样一种性质的这个瓷窑，叫做官窑。这个官窑呢，现在就是这个窑址也不容易发现，这个文献记载也很少，所以这个官窑的问题呢，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瓷学家也好，对这个官窑瓷器啊，持怀疑的态度很多很多，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怀疑很多。但是官窑是，说实话是咱们中国瓷器的重中之重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它由于它具备了这些性质，考古发掘里头没有出土，没有出土，它都是传世的这种东西，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它传世的东西啊，非常非常的少，非常非常的少，而只是在皇宫里头保留的这样一种情况。而且皇宫里本身呢，它也不把这个和死了以后，你用了死了以后把它拿到埋到墓葬里去，所以墓葬里有没有出土，墓葬里有没有出土的这一类东西。那么这一类的东西究竟有多少个窑呢？官窑呢就四个，官窑就是四个，北宋两个，一个是汝窑，就三点水一个铝的，一个是汝窑，这个都是宋徽宗时代啊，这个官窑啊都是起初于宋徽宗时代，这个一个汝窑，窑址嘛就是在现在已经发现了，在河南的这个宝丰清源寺，这样一个汝窑，它符合我刚才讲的一个性质啊，是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钧窑，河南的钧窑，窑址也发现了，在雨天城内大观洞那个地方发现了这个钧窑，这是两个，这两个时代都是北宋时候的，都是徽宗时候的，北宋时候的这个事情。咱们就从宋代开始，前面不要说一下。这是两个，还有一个呢，还有两个呢，就是南宋还有两个，一个是文献里记载叫修理式官窑，修理式官窑，一个呢叫焦糖官窑，这个焦糖官窑发现了，那也进行了发掘，跟北宋两个官窑一样，跟汝窑、钧窑一样，也进行了发掘，就有一个修理式窑没有发现。就四个官窑有一个窑址没有发现，所以问题啊就比较多，问题比较多，这个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咱们所谓宋代五大名窑啊，其中有四个是官窑，有个定窑是名窑，就现在叫五大名窑，名是不是人民的名，而是有名的名啊，就是著名的瓷窑，有这么四个，有那么五个。五个呢也有个情况变化，曾经呢我们把这个学界叫柴汝官哥定，叫五大名窑，里面有柴窑。这个柴窑啊，柴是中的柴窑这个问题啊，现在看来大家一直认为还是个虚构，没有这个词，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柴窑去掉，
就是五大名要是光歌定军，加上这个军人，加上这个这个军人，这个是五大名。定窑呢，尽管它是在五大名窑之内，但是呢，它是民窑啊，它是民窑，它跟汝官哥军不一样，就是这么个五大名窑。那么下面呢，我想呢，咱们还那边的捋过去的，捋过去呢，咱们就把五大名窑的重点的鉴定方面的问题呢，给大家这个说一说这个情况。那么就是官窑了啊，这是官窑。那么宋代的民窑也很多，民窑那就八大体系啊，定窑啊、瓷作窑啊、野菌窑啊，这么几大瓷窑，所以咱们不讲了，咱们着重的把这个这几大民窑的鉴定方面的几个点给大家说一下。汝窑在古代民窑这个窑子当中是比较名贵的，比较名贵的。原来窑子没有发现以前，那么一个标准呢，几乎跟环境相同。是这样子，基本上没有。除了宫里的完整器物以外，标本因为窑子没有发现嘛，这个几乎没有这个标本，所以呢比较名贵。那么现在的汝窑遗址发现以后啊，这个就比较多了啊，比较多了。这样有钱也可以买到标本啊，也可以买到标本。那现在标本也有假的啊。标本有假的，这个跟现在的情况也比较复杂，这样子。这是汝窑，汝窑的基本特点哈、有基本特点呢，它的胎子是香灰色，它的胎子是香灰色，而它的釉色就是那个单天青色，单天青色这样一个情况。它的釉啊比较薄，釉啊是比较薄的。不是很厚，又薄，这个有裂纹，有开片，就是开片纹，开片纹呢，还有皲裂纹现象出现，也有皲裂纹现象出现，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那个特点。从它制作上看呢，都是好的，都是那个果竹啊，都是从竹子中卷过去。满釉的制定烧，满釉制定烧，就是这个制定烧。这个在鉴别上啊，在鉴别上有很主要的这么两个问题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制定，这个制定，这个制定呢，我们叫制定啊。这个制定在古代的制定上，除掉这个制定的这个制定的一部分以外。上面还加了一种很白色的一个瓷土，很坚硬的一种瓷土，包括这是个瓷土板啊，这么简单的板子，它这么一个尖子上面还有一个白色的，还有这是白色的一个瓷土，这个这是古代瓷器啊，这个古代的汝窑采取的这么一种方法。采取就是这种方法，因此呢，你看这标本后面，它这里面都有这个情况。而现在的仿制品呢，胎色是什么色，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啊。胎色是什么色，就是死了什么色，制定的，知道吧？制定的，所以断了以后呢，它基本上是胎色，跟胎色。那么古代的瓷器呢，它刻掉了以后呢，它有个白的在里面，非常坚硬在里面。这是在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区别这个真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看看它的制定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简搞了以后呢，他们也知道了现在仿制品呢，他也采取这个方法，这个给大家说明一下。上一次呢，我跟这个讲课有一个老外，他跑到金寿市上就买了一些录音笔啊，是直接在买的。他就非常高兴，他说老师这么讲过啊，真讲过啊，这个带白色底呢就可能就是好东西，很高兴。爷爷上课呢给我们一看呢，哎，的确是这样，也搞成这个，但是有一点不同，有的是烧上去，有的是作假，有的是烧上去，有的是作假，这一点上这个有这个情况。现在目前有这个有这么一个变化，因为
讲了以后嘛，他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是采取这个办法。这里看看得出来是这样的，这样的精神的，你的主持人的精神。好的，然后吧，然后翻译。好。这个汝窑啊，这个汝窑的我们叫尊，叫尊。现在的，这个东西呢，现在世界上就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还有英国一个，还有一个基金会一个。这个现在很难说呀，再有一个出现，因为刚才我讲的官窑的性质都是由皇宫里头保存的，出去也是从皇宫里出去。那么现在仿制品呢比较多了，比较多。这个还有的呢，很高价买的这样一些。我见了一个呢，底下还可以有个官制款儿，我见的多了啊，可官制款儿。有一次台湾的时候拿到这个荷兰去鉴定，荷兰鉴定嘛，他有人告诉他说是真的。你说你这个比故宫的还宝贵，因为故宫的还没有官制款呢，你这还有个官制款，所以呢，他说那你再说真的，就请你给我开个鉴定书，然后他开个鉴定书，他说我告诉你这个鉴定书我是不能开，然后要开的话你那个价格相当高了，你跟他跟他要鉴定费多少？这个人我不说啊，30万，要30万的鉴定费开那个鉴定书。后来这个台湾人呢认识我那个，后来跟我有一定关系，把这个这个录音拿到北京来看，那肯定是假的，它是个假东西。所以现在看来，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只有两个，现在世界上就是两个，一个是在英国，一个是呢在我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都没有这两个。那么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个呢？我想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那除非是窑里面烧破了的或者什么东西呢，窑货里面碎片里头可能还找到一些缺胳膊断腿的东西，也许有。就像这个玩意儿，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成色，一种成色是实际上它这个造型呢是仿汉代的棉，仿汉代的棉，就是那么讲。我们那个颜色比较好，开片比较好，但是后面呢缺一个珠，都缺一个珠，我们用石膏补的，所以没造。那么英国的呢，它是完整的，比我们那个好，但是它釉色没有我们好，开片的釉色呢不好。台北故宫还没有这个东西，还没有这个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你告诉我，他当时就是定制这么两个吗？就至少两个吗？这是不是两个还是三个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你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完全就是为了皇宫的需要而烧制的，好的就送到宫里，坏的就砸掉，就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宫里头，我们现在故宫的时候清宫收藏的东西啊，都是世世代代尽管这个朝代的更迭啊什么东西，这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啊还是有一定的。所以这个保存下都是当时那么一段一段一段弄出来。这个在清宫账上有吗？啊，这个文物账清宫传下来的账本上有吗？这个我们账本上有的，我们这是清宫旧藏，清宫旧藏。他那个英国的那个也是，英国的也是清宫旧藏。为什么呢？他被盗出去了。这个皇宫里经常着火了，他就是个秘密。这些人给你盗了。到了皇帝发现了，他要去查账，你查什么账？我给你换一把，我抄了，就查不了了。这经常是这个情况。所以呢，像这种东西呢，实际上这种东西，人类啊，就现在说保存下来就那么几件东西，汝窑的东西最少，基本上完整不到一百件，就是加起来，世界上就是那么多东西。所以呢，这个有人建议我呢，但是我不写那个小书子，他给你们。把事业上都集中起来，我们跟联合国基金会申请的基金啊，搞一搞这个大的工程等等。实际上这类东西就是这个里面的，就是那么几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很难呢，有人呢再发现和那个什么什么分析了。这个汝窑有没有菜子盘？那个菜子盘呢，就有一个盘子，那个也是后来刻的。
就是后来刻的呢是烧的时候是不可能刻，送到宫里头啊，可能是宫里刻，所以后刻也是宋代人刻的，这样的情况，这个当时的事情，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啊，好吧，好吧。哎，这个碗，这个碗呢，这是公的，我们公的碗就是两个，也是两个。这个英国有一个，我们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因为汝窑碗呢，就是台湾故宫还没有，看过没有？我们这个是破了，有这个有，这还没有掉，你要使劲的一掰就掉了。你像拿这个东西像我们这个人才是有了，啊，小青年都没这个了，因为它容易很容易破坏。是很容易的，这个碗呢是极为少的这种东西，印度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两个，好吧？这是它的玉体师，就是请我们的玉体师，好吧？这也是故宫里这东西，也是比较少，就是一个，现在仿制品相当多，也是很多的，除了造型仿的不像样以外，一个重要主要的问题，刚才我讲了一个资金的问题，还讲一个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官汝窑啊，真正好的汝窑啊，咱们问个为什么呀？它就是它实际上是微微的生烧啊，微微的生烧。什么叫微微的生烧？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到烧结，烧的像我们现在是东方祥那个程度。没到那个程度，所以它的釉面呢，都是一些光磨光的一种疏光，那叫做这个。啊，我们把这种光呢叫疏光，是疏里的光。就是这种疏光的这种味道。那么这个味道呢，不容易出现，只是在窑里面到了恰到好处，到了微微生烧的时候，听我。这出来的东西才是这个颜色，哎，皇宫里呢，他就需要这种东西，他就要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选的故宫里头的一些汝窑石料，你用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它离一个窑能烧几件好东西，存到皇宫里头上不错，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东西。那么现在仿制品呢，就可以跟大家讲，温度过高，温度过高就是没有这种疏光。没有这个疏光，因为它烧结了，没有这个疏光。烧结了以后怎么办呢？采取各种方法，有的放到茅坑里去摇一摇着，有的呢就用霜摇一摇，有的呢用核桃油知道吧？吃核桃，核桃你把核桃咬皮咬破了以后，你把那个瓷器上刷一刷，刷一刷就出现这个疏光，那就有这个疏光。就那你看一看，你用烧湿又一个有一层油亮的东西在上面，也不是像那个玻璃那种贼光，我们叫贼光啊，新烧瓷器那种贼光。你把烧成的贼光的用核桃油打一打，它就成了这种疏光，很正常。现在汝窑的仿制品，这个用色上达不到，就是这种过烧了，就是说烧结了。按道理讲，按成瓷的科学角度来讲，是烧好了。其实官窑瓷器它并没有到那个程度，它就欣赏那个味儿，欣赏那个味儿，所以这个仿汝窑这个釉色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做不了。它就是要到一定的微微的生烧的时候才窑才能，它开始就是那个颜色，不是说它做了什么手术。我们现在的仿制品呢，它都要用双窑，你们可以用舌头啊，你们只看到那个窑的，卖便宜的再闻一闻。有个刷马桶那个硫酸味儿，它真的有那个味道，我们可以试试看。这就是什么呢？它用酸氧啊，它去掉了一种表面的那种光，去掉了一种光，这样。我有时候就舔，我摸着口罩，闻一闻，有时候非常清楚。闻出个味儿来，但那个是比较干做的，时间长了就闻出来了。总体来讲，这个汝窑的问题啊，一个是从资金上看，一个呢就是从刚才我讲的釉色上来看，釉色看它是真正的这个微微的生烧呢，还是它烧结了，叮当响，还是特别脆啊，特别响，用力呢特别的光亮那种东西。那一看就是这个这方面，
咱们现在不仅是汝窑，其他的瓷窑都是这样子来作假，硫酸窑这样子来作假，让它的食量，让它食量，这个往往的一个人呢，往往有这种思想，还有这个老的老东西才能形成这个样子，新东西啊，它就不会有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做完以后呢，你把这个新东西给买了，就这个情况。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描写的，也很清楚，从造型上看，一看就不是窑，真正的窑啊。但是哪位鉴定家跟他鉴定是真的？拿那么多鉴定费，还是为了鉴定费呢？还是现在是打官司，还是他俩合作呢？互相钻空呢？这样子的西门人呢，现在正在打官司，是吧？还是我鉴定家你无主，咱们俩讲好了啊？你说是真的，我可以卖钱呢，我给你多少鉴定费，你也好说，我也好说，官东一起，那当然是欺骗人的。现在还有人说他鉴定家不是这个会，没跟他合作，是他利用鉴定家的意见欺骗了别人。那他就有说过，他说我跟着鉴定家来的，我没有欺骗你，他是专家呀、啊。所以这个现在正在打官司，这弄不清楚。就说明这个问题了，就是咱们对于汝窑的瓷器，一个是从质地上看，然后一个从造型上看。这个造型呢，这个汝窑的造型呢，就那么因为存世就那么多，还有它的特点，你看它的碗那个卷轴啊，盘也是卷轴，这个看看它的特点。那这个情况呢，大家这个翻一翻图录，翻一翻这个东西就可以知道。一看这个东西啊，我想不可能你能遇到那么好的真东西，等于好的东西。不过今天咱们讲课呢，还是能把这个事情说一说，还是说一下认识这个东西，认识也不要上当。这是他的这个资金啊，你看到没有那个白的了，那个的的确确在宫里面多少年的磨啊，多少年的用啊，这个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好的。这个碗呢，它是镶了口了，实际上那碗口已经有点破损了，破损了它磨了以后啊，它才能做出来的。那口应该还有，外面还有，应该还往外有，把它磨掉，就这么两个，这是英国的，这个是像鹅的盘子啊，都是这样的，做的非常细，很薄，这样子。所以那种官者就是这种官了，就是这种书官了，这个在汝窑瓷器里一出来就是这样，不是说他做的人做出来的好用，这样子，好多。这都是汝窑的基本的小碟子的处理方式。我们故宫的真正就是十来斤，也是特别好的，就像台湾的东华尊，那个咱们故宫没有。好，这个方法。你看，这也是碟子的反面啊！你看它的做法都是这样的。它的釉色基本上说是单一的色，因为它就按这个标准选的，选进去普通的，没有就选不上就砸了啊，选不上就砸了，就埋起来，这样行。这个东西呢是在英国，这个东西相当好，釉色，你看它这个开片，这个上面有字，有这个北宋宫殿的名字，北宋宫殿的名字叫寿辰殿。就跟车它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托，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这个寿辰殿是后刻还是？是那个后，那个寿辰殿，尽管它是后刻，它也是当时辽西入宫以后刻的，也是宋代以后的。这也是在官窑里面有地址的，前面有个中华这个。杜老尊啊，这个还有可能有建府宫，可能有建府宫，那都是北宋宫殿的名字，这个那说明他这个传世是什么？他这个路就是你的宫殿里面，
你今年在这种属于你又属于你的，明年别人来种种，他都弄不动的，就是这个店里的被褥，被褥这样子，所以木匠也没有工资。哎，他这个古窑这个开片呢，往往形成一种破烂式的，好像有个破烂堆钱那种这么一种感觉，那种冰冷的那种状态，这种东西还做不了。至于还有的人讲说是文献上记得有马老为佑，马老为佑，说这个马老啊，在那个釉里头有这个有亮晶的点点啊。所以有一个放大镜一照，里面有亮晶的点点的，就是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其实这个东西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科学角度来讲，玛瑙在胎釉当中不起任何作用，这个亮晶点怎么出现的呢？其实是有个气泡，就釉里面那个泡，你在光线用一个泡嘛，它没破以前的泡是个圆的噻。这个原理嘛，你在光线里照，它一照就明有亮晶点，有亮晶点嘛，就是真无亮晶假，这个可不对，这个大家注意这个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好像他说这个亮晶点就是玛瑙的作用，其实科学家发现出来，玛瑙啊不起这样的作用，这个亮晶点实际上是釉里的一种气泡。汝窑的气泡比较少的，所以有的器物上。因为咱们建筑家们是把汝窑的气泡炉，比如说晨星嘛，就晨早晨星星，零星的一点点，很少，这是看个点，也有比较多的，所以你用放大镜一照就有气泡，有气泡不是玛瑙的气泡，所以甚至有的说呢，也有那个点，就是真没有点就是假，那就现在看来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大家。